这大门，老 K 看了都得竖大拇指。老 K 都没打出这么精彩的这个反身局哈，来看秦红打这个自信对局哈。这场比赛呢打的也是非常激烈哈，双方抢食的打到了10-9。作为一个年轻小将来说啊，自信可以打老帮主打到10-9，最后一分惜败啊，应该算是很强了。这把呢也是有一个无缝的压制啊，压到破防，然后打晕，然后直接拿下啊，厉害。年轻小将哈，毕竟年轻，就是精力方面呢哈，悟性方面哈，他们还没有定型，潜力无限，这才是最可怕的哈。一般来说哈，30-40都是走下坡路了哈。过个3-4年或者1-2年，快的话1-2年，你说秦红还有其他一些高手，还能够打自信，哎，这波漂亮啊，这一波也是体现出了年轻人的思想活力哈。我跳过来哈，我就知道你要后 AB 了，这个时候我直接来跑抓。他这个 AB 的话呢，也是怕被百合折勾到哈，啊，也想躲百合折哈。好，来，怎么说？我去，可以哦，这个抓。Ready go！ 哇呀，卖血直接拦，牛逼！可以震哈，这个距离不能里头取消哈，里头的话会下跪，因为太近了。好，延迟抓，跳低反摇逼震到，再延迟抓吗？死局！哎呀，可以，这一步还能推出一个柱子来，还能在角落里出来哈，不简单。小细节上啊，还是处理的可以。要卡距离，等蓝之山了哈。好，落地跳落地的蓝，吃了3个蓝之山了。再一个彩头蓝吗？要打逆向，防的不错啊、哎！果然彩头蓝，4个蓝之山，牛逼哈！好，视频好看记得点赞啊，关注羞羞。可以走掉。